十一点的广州啊，你们感兴趣吗？天好黑。现在是上午的10:37。Oh my god！ 太离谱了吧！4月18日，一条长约600公里罕见的超长标线横扫整个广东省，标线所经地区风雨交加，白昼如夜，广州市瞬间白天变黑夜，天空暗沉，画面骇人。同时袭击广州的还有狂风暴雨。有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，随着标线过境，公路上能见度很快降低，不足20米。佛山、清远、江门、肇庆、澳门、香港、东莞、深圳等地也出现极端天气。网友表示毫不夸张地说，广州各地一秒入夜，上演白天夜间无缝切换。北京时间10:37，广州你发什么癫？真的太火了。烟都有。我靠。哎呦，这路啊，这得着了啊！他就忙开多年，那就输得着，还别跟输得着去了，得着了。哎呀，零几的啊，没零过去啊。真好，零几会员啊。没得。真好，零会员啊。真爱台的，大家好。谢谢那个。进来咯，钓鱼来咯。或者帮你，那个拍摄到个么阿弟。
了，收上来了，路过我的了。你看，这个是爆炸的。你看这个现场。你这玩意儿养养活你，你说你。山东淄博市金利集团老板跑路，投资人集体维权，有老人下跪，但受害人维权遭暴力镇压。4月18日，视频显示，疑似在中共淄博市政府大门口，在维权民众的呐喊声中，部门民众抓住大铁门，与门内的公安展开拉锯战。最后，铁门被打开，大批公安冲出来，与站在前面的维权人士发生推撞。有消息说，部分维权民众试图推开大门闯入政府大院。淄博市政府门前的维权集会最晚从4月15日就已开始。网传视频显示，大量民众聚焦在市政府大门外，有几名老年妇女跪爬痛哭。但维权集会遭到中共特警暴力镇压，多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公安带走。三天就是你呀，朝鲜新城国际十年烂尾楼，十年有一个房子，现在没有交房。现在，新城国际，朝鲜新城国际，十年有余没有交房。十年，朋友们，走开，九下六弄，还我房子，青年领导。还我房子！求见领导！求见领导！还我房子！求见领导！还我房子！求见领导！还我房子！
月16日，山东威海，一位滴滴网约车司机只因在群里讨论了司机停运罢工活动，账号便被平台限制，无法接单。男子咨询客服，对方表示账号被限制接单的原因是参与组织罢工，并要求司机签署安全承诺。不是，线上罢工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把我账号给保持静默了，然后听不着单是吧？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听不着单？处理中谁处理，我找谁？那我找谁去？我现在只能给客服打电话，我还能找谁？我听你说。我收入。不是平台运价低啊，然后专门派给新手司机，然后另一个是什么啊？卖单。你们的问题，你们的承诺都在哪儿呢？十大承诺都在哪儿呢？我反馈了有用吗？我找师傅经理反馈有用吗？他们说我上反应，从反应多长时间了？反应多长时间了？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？兄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跟我商量还是跟我要求？你在跟我商量还是跟我要求？啊？你是商量我还是要求我？你合作？什么叫合作？合作是商量着来。你跟我们司机商量什么了？你们有跟司机商量吗？谁跟你们合作？滴滴这个结巴玩意儿，我他妈爱跑不跑，谁跟你合作？我跑别的，我跑别的平台一样，我跑别的平台一样。我跟你说，你有什么权利把我的账号封了？你们有什么权利把我账号封了？我想问一下。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嗯。你一个是运价，另一个是派个新手司机，另一个是卖单。滴滴做的十大承诺真的是让人很心碎啊，不是说是我们要怎么地怎么地的，真的让人很心碎啊，都气的半天。你说一下午接不着单，你还在这跑的意义在哪里？这个东西我跟你说，不是说个人要去组织这个东西，没人有那个那么大的那个效应或者什么的，没人有这么大的那个什么，没人有，对不对？肯定是大家司机都在抱怨，你去解决这个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我账号要不要，你就这么低的价的话，我要个不要还有什么区别吗？大陆网红护尘风日前出视频向读者报告，三月份收入再创历史新高，未想到在随后的直播中遇到读者问了一个问题，导致账号被封禁。近日网络热传网红护尘风在 B 站晒三月份收入的视频。护尘风称，在过去的一个月税前总收入74457元人民币， B 站直播收入41057元，广告收入近万等。在减去各种交通支出、拍摄等各种成本后，净收入是55633元。这样数额被护尘风称为历史新高。不过他的 B 站账号很快就被封禁。随后护尘风宣布因病停播三天，但依然没有逃过被封的命运。网友说发现他的账号后来还是被封了，大纪元记者4月18日查证属实。护尘风的微博账号也被禁言，最后更新是4月8日。
微博上有关此事的讨论也被封杀。护晨峰直播被问袭是否独裁者的这段视频在海外 X 上热传。有推友评论，他说你疯了吗？就证明他身处的环境多么恐怖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认为袭他是一个独裁者吗？我操，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！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，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。这种人疯了吧？这种人是不是疯了？我的天哪，这种人太可怕了！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，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，这种人疯掉了！这种人，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？我的天哪，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啊！这种人，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后果。我的天哪，这种人太可怕了！各位网友兼股东汇报，三月份我在全网的收入情况，目前我在 B 站和微博有收入，三月份收入再创历史新高，我在三月份的税前总收入为74457元，其中 B 站直播收入41057元，创作激励1071元，广告收入9660元，微博广告收入1700元，创作激励484元，上一年度个人所得税退税收入20485元，在缴纳了约8425元的个人所得税之后，此为系统自动扣除，不可能不交。我的税后总收入为66031元。以上是我的收入情况，下面是我的支出情况。三月份我在沈阳、上海拍摄，累计拍摄5次，发布作品7个，我的拍摄成本累计为10397元，其中直接赠予的挑战资金1926元，摄影师工资支出680元，摄影师的播放激励分成193元，交通成本包含机票、地铁、高铁、打车共5227元，住宿成本1953元，其他支出417元，所以三月份我的净收入为55633元。回望自己做短视频这一整年，真是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小户的点点滴滴成就都离不开屏幕前的各位网友的支持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